大家好，我在这部戏里面演的是副总，本名叫钱树德，是一个非常开朗而且呢可以跟大家融合的一个角色。其实我最喜欢的爱情模样是女生很懂我，然后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像个小孩，我是需要被照顾的，如果她会很照顾我，我今天去怎么工作赴汤蹈火我都在所不辞，这就是我希望的爱情模式。你照顾我，我去打拼。理想的婚姻就是大家保持很好，相敬如宾，是宾客的宾，不是那个很冷的宾，都把情绪照顾得很好，那生活就会自然很好。那彼此信任，自己不能出太多的问题，然后叫别人承担，这是不行的。其实我最喜欢当老师，因为当老师呢有寒暑假，然后跟一群小朋友一起玩，不是那种大学的，也不是小学的，是幼稚园的。我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玩。其实我是天生的小孩哦。